三苦八苦，以前有讲过好多好多种苦，分段变异，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也都是苦。那如果你照这样修，决定能够除苦，也就是依此妙慧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依此妙慧令诸有情越生死苦，正涅槃乐。照这样修是真实不虚的，真实不虚就是表里如一而了无虚妄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你里外都很清楚，它不假，它真实不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